每时每刻准时送达，可能有点晚了。小芳，乐迪，你没事真是太好了。那当然了，我可是超级飞侠。谢谢你，乐迪。谢谢你做的一切。乐迪，你擅自出任务，还用了极限加速，这样做很危险。对不起，安琪，但是我必须要这么做。金宝说过，速度越快，责任越大。让包裹安全抵达就是我的责任。乐迪，看来你是真的懂了，这才是任务的意义。乐迪，你好棒，谢谢你救了我们大家。乐迪真棒，乐迪真厉害。勇闯天涯。